这份料子是人家亏到了老家去的。哪个厂的标？33万在哪个厂？不知道。原标单是33万的，现在我买多少钱？8000，也就是说他亏了多少？我不知道人家亏了多少，这个不会算的，好像全部亏没了。就是这一点有用，这个料子里面透白啊，它就是透白，然后切下去就这样子的。你看它为什么下那么高，主要是看着外面，看着后面，它觉得全部是这种选加力，然后种又不够，垮死了。原谅我不厚道，你垮了，我赚了。看看，这是人家33万标的石头，切成这样子。这多少？亏的有点大。我刚才突然间想不出来，33万减8000等于多少？5000-8000买的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这主力你不要动我的，因为我还没想好做什么。但是非主力我想好了，一般种差的东西它还没什么裂，但是我看了一下它有点水，显加力嘛。我们很少有扳子超过这个拇指节的嘛。对。我们切高一点点，然后先做一个出来，然后看一下效果怎么样。如果效果好，就通通都做，但主力不要动。能做扳子的全部做扳子。扳子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里是21，这种戒必要留后加11，扳子加11，好像是这个戒。戒指是加8，这是加11，你自己去看。先取一个嘛，尽量取高一点点，高的话高到这里来，到这里，那得20了。我告诉你，高这里来，然后呢，你也知道我们以前扳指它是为了人家射箭拉弦嘛，到时候呢就有个弦槽，现在还有人射箭的嘛，先做一个出来，然后行，通通都做。如果要效果都好了，就把主力给我切出来，然后其他的也做了。好的。哦，这个做出来，来像这种位置做的感觉没有达到预期啊。你看这个就变成很普通了，没事，好的位置在这里，那就再做一个不一样的。这个做个啥？做肯定是做个摆件的，做什么摆件？先把这些推推再说吧。真的是太出彩了，螳螂，这里是什么虫？小甲虫。那个长长鼻子的那个叫什么？牵牛？不是牵牛，独角仙。但是这个不是，感觉像是我们的那个以前在竹笋上的那种虫叫什么来的？我哪知道？感觉它这个是要捕食它。你看这个料子这样出来，所有味道跟效果都出来了。之前那个扳子肯定是没有这些这么好看的料的。先带着好玩不？这是真正的扳子，因为现在的扳子人家都没有切那么宽嘛，要这种普通料子才可以。这个扳子是这个位置做出来的，想不到啊，内有乾坤哦，它上面竟然有颜色这么好的。来到阳光你再看一下，哇呀，这色够阳，然后呢水也要足。你说下面这个长长鼻子的甲虫叫什么？独角兽。独角兽，不，它有个学名嘛，学名叫什么？学名我也不知道。学名你也不知道，就这只嘛，它鼻子长长的，我好像在某个动物频道有看到过，但是我忘记了。你看它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它这样也能反绿的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戒指的这位置，然后呢颜色这么好，然后弓也好。这个石头他们标回来垮那么多，我相信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他们看到这些诱惑力了，还有就是这些有颜色的位置，结果切下去呢大部分是这样子的。啊，那里还有，哎，这个位置还有，可能不多了，不多不多，是的，是这样子，漂亮不？这是螳螂，你看这螳螂的身上，其实螳螂它就是这样的动态，我看到的螳螂都是歪屁股的，它如果不是歪屁股就是这样子。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看到的螳螂大部分都是歪屁股的，它的身子是扭曲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身子扭过来，然后呢显得有力量。你还真没说，这份料子看这个颜色，中水好色阳，如果它是个石头切下去的话都能这样子的话，那发大财。但是它很不幸切下去变成这样子了。哎，不是说风头的石头有风险，改口的石头风险也很大。